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柯柯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个句型。这个句型呢，叫做请给我。来，给这个动作，我们可以用出打这个单词来表示，然后在后面加上一个表示尊敬的终结词尾 ，seo。这个 seo 呢，它还可以翻译成请怎么怎么样。所以 to seo 就表示请给我什么什么。它前面可以是加上名词，比如说我想要某个东西，想要香蕉牛奶。想要钱，想要一个 iPad， 好，我们就可以呢在前面加上，那这个句型它就会变成叮叮日或者叮叮日出现哟，日日是作为一个宾语助词，有收音的话呢加上日，那没有收音的话呢加上日，在口语中这两个助词一般都会被省略掉啊，所以前面直接说你想要的东西，再加上出现哟就可以了。所以就是叮叮出现哟。好，我们举例，밥주세요，밥주세요，请给我饭。물주세요，물주세요，请给我水。용돈주세요，용돈주세요，请给我零花钱。它的前面还可以是一个动词，但是需要加一个简单的语法。我们在这里呢就不细讲了，想学习语法或者从零基础系统学习韩语的话呢，可以在后台私信我。那我们这里呢举两个去韩国比较常会用到的句子，对，比如说도와주세요，도와주세요，请给我帮助，请帮帮我。찍어주세요，찍어주세요，请帮我拍照。